8月12日，首星昆凌在个人社交网站上传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中昆凌身穿黑色吊带紧身裙，戴着墨镜，正在回眸一笑，而在一旁的凳子上同样戴着墨镜的周杰伦面无表情地直视前方，为老婆昆凌当起了群演，实力宠妻。昆凌配文：一张普通的照片却不普通，并且带上了电影《楚门的世界》的 tag。 周杰伦在这张照片评论处留言：哈哈，旁边在演路人的全是自己人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